爸爸回家做晚饭，料理也可以很简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斯。这个礼拜你又挑了什么酱汁给我们做啊？我觉得今天这个应该有那么一点难度吧。今天准备了一个快意厨三杯鸡酱。好，那我来想办法让非常会煮白饭的男人又学会这道菜。一点麻油，哦，我们的姜片，姜片下去，姜煸的差不多了嘛，鸡肉下去。因为有的妈妈没有办法翻得很快，总怕失败，那我们水就要先下。像我这样翻的不是那么的快，不过你这样算蛮快的，我那么更慢。像那个有一种叫我们素兰，那这样也啦。好，快意厨三杯鸡酱，哎，酱汁下去，好，简单的拌一下就好，拌一下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是。哦，很香哎，下九层塔，好。哦，这三杯鸡厉害，这样就完成了，完成了，白饭还没完，白饭我还没有煮，还没煮，你不是说很会煮白饭？我再做一个那个我们台湾夜市的沙茶炒羊肉，蒜头下去，哦，沙茶味就出来了，哎，马上就马上就沙茶味了，那我们牛肉就把它放进去，我们切薄片，对，煸炒的同时呢，我们的这个沙茶酱就可以下去了，简单翻，空心菜，哦，空心菜，夜市版的沙茶牛肉搞定。又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这又要请，哇，好沙茶，超香，开饭，对，好哎，今天有了这包快意厨三杯鸡酱，三杯鸡真的咻一下就上桌了，这一包在全联就可以买得到。